表演。首先呢，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重量级的惊喜嘉宾，接下来他将和汪苏泷合作带来代表作《雾里看花》。难道说那就是亲热？温存未必就是体贴，你知那句是真，那句是假，那一句是情丝凝结。像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，天上星星有几颗，星星再多也没天天我想你的多。责任把你养得白白胖胖，结结实实，丝丝方方。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。刚刚的表演也让我们重温了华语的经典。那么今天呢，小童和小宋也准备了一首经典老歌要送给大家，掌声欢迎他们带来复古音乐秀《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》。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找一个温暖的角落，我希望在你
个甜蜜离线，一个融化的糖果，希望在你眼里像星星在夜色里，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，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。 If I can在你眼里像星星在夜色里，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，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。 If I can、ah, If I can、ah, If I can谢谢小童和小宋，接下来继续今天的挑战。其实我发现这个唱歌对体力还是有些要求的。推荐大家试一试 Pico Neo 3 VR 一体机，里面有很多特别有趣的运动项目，搭配着动感的音乐，还能跟好友远程联机，一起快乐运动。现在上电商平台搜 Pico， 进入官方店铺，发送王牌对王牌给客服，领取专属福利。玩 VR 选 Pico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音乐竞技场啊！马上我们要来进行的是音乐绝技 battle， 两队之间呢随机派人展示音乐上的独门绝活，由对方来进行挑战。我发现这是我最害怕的一趴。为啥？你是应该是家族里最有底的。因为到了这个环节，一v五嘛。妈妈没事，这样你孤独，你过来。每次到这个环节，我真的很想过来。不会了，放心吧，我们也都是音乐天赋特别高的人。我们让坤哥给大家来做一个示范，因为我看那个闪光的乐队啊，坤哥有一个贼厉害，就是边引体向上边唱歌。对，坤哥是第一名，那他真的帅。来来来来来，今年我们那个升级一下。哎，这个比那还难。这个独轮走路吗？他是这个呀。我试试把它吹起来。哦，什么？吹起来？哦，应该是了，我是肺活量了。哇！这什么肺活量，坤哥？这什么肺活量？哇塞！你这肺活量得有多大呀？你测过吗？因为老练嘛。老练。对。但是不是老吹桶啊？花花站那能给吹跑不？花花怎么办？你再给他吸回去，花花。去年我们不是那个拉那个向上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今年我倒着弄，倒着唱，挂着，然后做那个卷腹。对，倒挂做卷腹还能唱歌，试一下吧。我哇塞，有吗？有那个吗？注意安全啊！好的，花花小心，就扶一下花花啊。你怎么上？你这臂力也可以啊。先上来是吧？先上来吧。哎，你们扶着他那个后半身，我来扶着这个架子。你看我说花花像公园的大爷吗？开始了。原来一无所有就叫做起点的山。非常的稳。嗯，好厉害。妈呀呀呀呀呀，感觉这都是男人们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比赛。不是想说现在歌手内卷成这样，你们在家都练这些，吹个大瓶子然后倒立那样。